上房村从这儿能过去吗？嗯，上房村就说我在，这不就上房村吗？都发了，咱就一找上房村，上房村，这上房人都来了，找上房村，直接就扒的，你看看，这就上房村，这就叫上房村啊？啊，这就叫上房村，你头一趟来啊？我来过，我没有，那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做买卖的呀，那个。这就叫上房村，这就叫上房村，对。从这1995年吧，我们村全村70%的缴粮户，缴了真够粮了。国家规定是户缴户籍，可是我们缴了粮呢，粮库不给我们钱，给我们打白条。打白条，我们村有30%不缴粮的户呢，乡政府从粮库的拿我们的买粮余钱，给这不买粮的户顶了农业税乡筹款了，我们这账就算不了了。算不了了，找乡乡不管，找县县不管，我们找了一年，不，他们都不管。到了这个1996年，我们也就不交了。我说我们交了粮，不给我们算账，找你们你们不管，我们还交粮吗？等着就等着他们来找我们。可是到了1996年、1997年两年，乡县没有一个领导找我们。到了1998年1月15号，县。县公安局县委领导派公安局来，就把我们抓起来了，抓了我们31个，抓的时候相当那个相当残暴，是把我们骗到一起，说是来给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谈谈。可是我们都到场了，到场以后，突然公安局包围把我们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整到乡政府就打。我们单位吧。给我们下岗吧，当时前我头一天上班，第二天就厂大门不让咱进了，说给咱下岗了。下岗了，我就说，我说下岗吧，你得给我一个下岗证，给我手续。我说多大岁数下岗？我那年吧，我就46岁。完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下岗，你得给我下岗证，那么你得给我生活费哈。完了不给，啥也不给，证也不给，生活费也不给。后来就开始我就找给沈阳找省市去全找，找完以后了一看不行，就上的北京。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不跟咱们动迁户，也不协商，也不写什么任何的协议，他就给咱那房子用铲车给我200多平房子就推了，是1997年的事儿。但是在这时，在这之前下的公告是1995年5月15日是假公告，我动迁是1997年3月15号，是不？可是我1995年，我合法权益就被侵害了。在这时候，他房子签完之后，我什么也没有了，就扒了。扒完之后吧，我这200平房子到现在我已经9年了，我1平方米房子也没有得到。被告人跟被告人的父母都说不是我们打的，啊，法院采纳与我们有矛盾的，按不在现场的证人作证，然后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新疆重新审，新疆还是维持错误，坚持错误，啊，只是把人给放了，判了8年半，因为已经人已经服了8年半刑，啊，就减了半年刑，把人放了，不宣告无罪。我丈夫丁新民是无罪的。我的儿子空降兵15军，招不招到？2001年6月18号给教导员请丧假3天，没给教导员行贿，教导员打了他，他向15军的军务处长魏建华反映，教导员就把他铐起来，全身扒光了，铐了16天，关押的前3天3夜不给人吃饭喝水解鞭，关押的当晚进行毒打，致使我儿子终身残废，左肾坏了。
精神病，部队把档案和人交给我们，到现在我孩子不说部队没给医药费生活费，现在就是连生存的权利都没给他，七八个人打一个人，任往家跑，跑出去儿子是命，你们追上去把他打到底，这算什么行为？打拉开汉打这又算什么行为？拉开汉打又算什么行为？追到医院大殿这还算什么行为？怎么就是个正当防卫呢？判决书上通通是通通之伪是假的，凶手怎么说的？判决书上一个字儿不差，原封抄下来的。为什么内蒙下去开庭去？凶手说的假庭点、假路线、假地点，完全做了笔录。为什么我们说的时间、地点为什么不给做笔录？你们到了审委会上只是看笔录，谁听我们讲话？不会不会，哎，给他你站了一下。他们再给你找一下。冤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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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高高吧，给我站那边。你少跟我说废话，听见没有？怎么叫耍废话呢？你这，你这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你这你这怎么样？
你这饭都是在哪儿弄的？那些菜？那不是人家的，那个也是家子，他们捡的。捡的。我们是到这个菜场。捡些菜叶。啊，捡的菜叶来烧着给小孩子吃，这样东西给小孩不卫生，好吃。要喂我吃这个小孩。把那个胡子，他这一夜肯定接应到了。刚才那个，刚一个血，他就不让进，不让进再出来。上车站里头。走吧，咱不能再给你多一点。快点，快点！
好，站好，自己走。站好，站好，自己走。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女的领一个小女孩的吗？啊，一个女的带着来，在哪？在这走了。在哪睡觉？行行行了，行了，你别动，躺好，给他躺好。别。你妈呢？你妈呢？你妈呢是吧？出去了。啊。十月二号试用了。怎么？收容的。收容啊。收容走了。哎，公务员试用，我们走了。然后怎么他们给你带到哪？后来去把我们关了这个昌平收容所，又上了这个曲德收容所，关了23天。日后弄那个心理干部，把我带回去，带回去什么事情也没有问，也没有跟我们讲。我们等了5个多天，当时晚上到了个天亮，早市去把我关收容所了。关了这个南京收容所又关了9天，妈妈关了回来推在那，把我推上梯子，15个人推上梯子，我呢喂完了还跳，到现在我小孩子怎么了？师傅也看不成。什么？到现在我这么大，书也念不成。书也念不成。那你想让他念书吗？我怎么不想念书嘛？你说你问你。如果你要是不告的话，可在家可不可以上学？不过你要跟我处理问题，要互反互理啊，互争那个，不能弄来啊，弄来我不服气。他要把问题解得合理合法，我就回家吧。他就回家不告了，我就不告吧。那你以后再怎么打算？啊？你以后怎么打算？如果打算我就带个小孩子过了，是吧？Thank you.
听不懂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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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咱说就是我98年他抓了我，我从监狱子出来，法制科长叫马双，马双找我就说张伟呀，咱解决你个人问题，你把他们其他30多人都扔掉。我说我们31个人都是受害者，让我扔掉他们我办不到。这不我拒绝了他这个要求，我拒绝了公安局的这个要求，这就开始对我接二连三的开始打击。一开始是抢走我4轮车，我一个农民，4轮车这就是我种地的主要农具。抢走我的4轮车，可是我也没服，还继续告他们。这后来他们又采取了这个毒辣的手段，把我这全家人的土地抽回，把我青苗卖掉，撵我滚蛋，不承认我是华川县人，一直把我弄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要是彻底的给我解决，他们要受到处分，要赔上我相当一笔钱。所以他们吧，有想不让我上访，又不想赔上我钱，又不想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是不能答应他们。我所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我都有证据，是铁的证据，咱没有扩张的一点。
问一下哪的？你一个人了，我差这真有意思，差有意思。我党外人口，差你一个人了。那你就别接我，你别接，那你别接，你别管。你就往江里整吧。你愿意往哪整，往哪整，有意思。是我叫上我回家，你为了你，你带我，你当时一个真的挺留着呢，是我把账给开始的，啊，现在我搞的，哦，做不是开始的，做病死了，我说什么病？我把那个事情我都是堵了过去了，他现在就把那个门哈。我这不是好好的去的吗？一去吧，他们就开始拉拢我，让我躲避我妈，别跟着我妈，让我回去自己回去上学。那你没跟他说你回家怎么回家是怎么回事？回家能不能上？他意思就是说把我妈送到神经病精神病医院去。我说我妈没有神经病。我要叫杜宇开，他就要打了的。他我说没有，他说你再说我就打你。我是中国家牺牲那么多年。就这么我就不敢牺牲。身上别都是火。我爸要在，他们要是夫妇双在一起，他肯定不会在这世界上。我就是怕我妈一个人显得孤独，在陪他。傻。真是的。傻是真傻。给你结果了，你们不满意还来吗？不满意那再说不满意的事儿吧，那又是一种说法了。妈，我去，叫我明天吃，明天你把小爷逮得了？那小爷逮得是不是手痒啊？是手痒的话，我说我就把刀亏了的，怎么手痒啊？啊，我们给你们爹拎死，拎死活，明天抽回去也倒回去。
啥时候？那家呢？他是骗我去让收容得了。哎，看护长收容啊，他骗了。啊，亲妈带个球子去听你糊弄，糊我子灵儿的了，糊了十零号的了。我说我小孩怎么了？上不了学。还有血流着呢。真是，还有好多都烂了。这条子干什么用呢？自己谈话呀、啊。嗯，谈了吗？没有啊。谈？不谈，不在家。哎，那个监制也不谈我，他都是假的。以前吧，这还写个名字，盖个章。你看，以前还写个名字，写个地址。现在的背后省事儿了。嗯，现在背后盖了一个章，一大把呢。他写的，都烂他那个凳子本子上那他就写啊，抹了几天都是纸质，他都假的。实质他一回都不谈。我跟我哥哥两人出去割鱼草，路上抓了一条蛇，说到那个监狱，他监狱外面不是有那个那个大门呢、啊？大门外面那个有条公路上过路啊，那个他突然窜出一个那个、警察，就给他窜出来拉住他就满身搜，身上没搜到什么东西，看到我手上一条蛇，他就来讲。啊，就我就讲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这样子抢，我讲我出来那么辛苦，这样一句话他讲来，他把他惹火掉，他就把门打开，他们把铁门打开，叫八个老板喊出来。他两个人加他把我拉住，另外一个警察去把铁门打开，叫八个老板出来打。送到医院抢救了过后啊，他讲你没什么事，也不跟你检查，也不干嘛，就把你卡在医院。他在医院呢，我们在医院呢，没办法，我看在医院啊，两个月过后那个肌肉都开始瘦，在医院都开始瘦，肌肉都瘦了很多。他讲没事，就两毛钱的油把我吊在医院，转院他不肯转，我们自己转院他也不肯，就这样搞来，他一要搞来过后他就不给用，就两毛钱把你吊在医院整理住，但你没事。这就是他们上访逼他们打。在我老父亲这里，你看这个脑袋哈，这里打了一头血，你看都是死血在这里。那他，我妻子就我这里那个、就给把血动脉血管，你看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在这里，就打断了。当时来的，当时来的，给他们当要当时不来得及时，这条命都没有了。把我老婆，把我哥哥绑到车子上，用手铐铐在车子上。身子给他绑在座位上，嘴巴用胶布封了，把他拉走，拉回家就把他们包车子啊，在这里包一部车拉回福建省，包两部，我给他抬一部车，他几个抬一部车，包回去拉回去就把他关起来。我表哥呢坐在家里也给他拉去关三年。我这个哥哥那个时候好好的，背我能走几十里路的，只要给他拉去关出来打残，把脚也打这个了。不是不点，就给他不点，随便点搞。啊，你啊，那宝，你让我自己吃，让我自己吃。
子等着，他啷个等着？怎么？里面上了。我不行，我有被子。被子那那棚子去。你陪棚子去那儿去，那有棚子。想找个地方要摘一点露水，是吧？要有沾漏水的地方。现在我们地方把所有上方的人员全部关起来了，都不能来上方了，上方不了了。你这准备往哪儿找？现在还没有地儿。桥底下那不有那个过街天桥底下吗？桥底下我怕地方来接，但因为我他都关了好多几个月了，关了我是逃跑来的。如果他再抓住了，我都不能逃跑了，逃跑不了，他都永远关下去，他也不给你解决问题，明白我话吗？明白。他要再抓住你都不得了，现在他们抓了人都打，打得要死。我们这个县里有那个那个民办老师有5467个民办老师资表，现在他们那个县长局长他们都把他资标全部卖掉，谁给钱把谁转公办教师，因为我没有钱的，没有钱他都他也不给你转公办教师，也不给你辞退，就给你放在一边不管你。然后我来上访，他们都搞假材料回报。现在我上了法院，法院违法判决，有什么办法？你是老师啊，有什么办法？一审法院他用那旧文件过期的文件，他作为法律判我败诉。二审他改变我诉讼请求，你说的怎么说？找个板子，明天再给你拿来。明天再给你拿。我去买那个啥，对，我这个摊在那里，不然是摊在地上，明天再给，哎，明天再给你拿来。不平时点给拿的哈。啊？不平时点给拿，要平时的地方，光是你地方。都是碎的。我给拿来的哈。然后拿，再拿一个，这个东西，它不冷。Yeah, yeah.
还是呀，孩子他不行，真是，这是断了。小子的发言不一般了，那个，小子正不一般了。他可害你，可没那么害，可没他我怎么问你了？你说什么？我当时没什么，就是我同意回去，他不同意回去。你妈不同意。就是不回去，你在这也是吃苦头的多。你怎么开信徒呢？你妈明天能懂吗？啊？你妈明天能懂吗？不知道，总是肯定走。他问你同不同意，你说，他问你。我也不好说。啊？他点头，我也点头了。这他还怪你。反正就他的人就这样，经常的说，三天两头说我这样不好，也说我那样不好，也说没办法，反正就这样。不用钱保证，保证写啊，他就给我。要手机户，要手机保证。你写保证吗？我写什么保证啊？就是你写，那你上什么气？他让我寄过来不给啊？那你写，你上什么气？我当不是背回去吗？回去家人不得拉屎，不是他这要来吗？那你可以不回去。票给了你不回去你怎么办呢？票给了你不要了，你不回去了。你不是想待吗？那你放不了。那你要在那住家吗？你昨天带人马票给的，你叫你不走啊？啊？你打了有没有问题啊？他那哪个人那盯着你呢？你盯着你怎么盯呢？那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回来怎么了？那你头一天没在呢？你头一天你不能回去说回头话。小孩子在你我，你如果在你不好听说，我小孩子懂什么？现在加点肉了啊，加上不多吧。
想干嘛？我能干嘛呀？你想做面？自家窟窿呗。那我爸怕蒸了你想下面，因为我米已经时间太长了，不好吃了。我想吃米，不想吃面。那你等吧，你慢慢等吧。你等我爸发蒸好了。你告诉我等多少天呀？那我饭熟了，那我不可能把饭烧焦给你吃吧？叫李子排队了，你做啥呀？你刚来，肚子里有油。别吵吵，我找他说话了啊！啊，你。我刚做的白皮球。嗯嗯。叫李伯伯，这个名字嘛，比这个李伯伯还难听。妈呢？那说啊，现在没你。咋个天气啊？吧。这你刚才拿的是？这是歌。什么人打的你？街坊的。在哪儿打的？在三里屯派出所给我接出来，完在车上打的。打完之后让我下车，下车我报警，小红门派出所接警。三里屯派出所就。接警要求看病，完了这我们当地街坊就给我接出来，说半夜了不没有医院看，完了说第二天也看，第二天我说我自己看去，完我就走了。我跟你摊上官司可别打呀，夹吧夹吧就咽了，走上这条路我就完了。他每天祈祷靠菩萨保佑他。啊，把伯玉不是死了吗？保佑你见青天的。啊，我又见青天，不能不死掉了吗？现在我老小也吃个肉呀，那个临终都打了，不是把那把死掉了啊！寄托在释迦牟尼佛祖和观世音菩萨身上，每天拜佛。全家分开了，工资都分开了，回去头回去三天，连着四天。赶紧回来。赶紧回来，我到老父亲那睡，没马上看到我就回来了。房子底下暴露出来，我们家两个就把他出来了。你房子还没事，还挺好在呢。嗯，都没回家，都没有回家呀。没回我们自己家。现在不敢回去啊！现在我在家里，他们推到跟虎堂堂去的。我现在还赶到家去呢。我以前回去都回我自己家呀。现在呢，只有就是晚上了呢，晚上下班早就没人啊，一张脸上铁路。白天呢没得时间，白天要过庄的。哎，你小样，我没吃着。干了。那你们每天都跟上班似的。是啊，我们为了生用啊，我不是。天天去。天天去啊。
就这么多年就没停，几乎没停过。没有停过。比上班考勤还积极。现在你给我有什么办法个？现在不得办法。现在黑的最惨了快。现在你看我那个住在紫平的精神病院了，三平的精神病院个。精神病院。你谁给你的？医院的。医院啊，你不拉那个牙，你别想去了呀。简直猴子洞了呀，那个牙这个现在那个谁都能说话了，全部吃的呀。安定是吧？我那会子我不是去个医院，不是有指令，浑身很肿了呀，也弯不进啊，我就没有走个箱子的。我反正个人就全程走个箱子的，我这边就是珍珠。这个小家伙呢，他有时候呢不懂事，叫了一个人上个哪个看笼子，他不肯。我本人呢，我想着走想把这个箱子走开开。我从来上完多年，就用脏了死，我从来没有走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共产党的腐败前进，冒着共产党的腐败前进，前进，把政法竖起来。别两句词儿，一个是冒着第一的跑火，不是第一的跑火，冒着共产党的腐败，下边就把政法竖起来。
这个是谷子放体，倒过吃，皮特呀，这个花样呢，等我这个幺年的什么味，困难的什么的，你忘记上得了？怎么样？这个地方公司干部，把头给住，那个上一个来嘞，他就忙得起来，哎，去，把他关起来，都可以嘛。那个这个手里块苦啊，不得的。哎呀，我的闺女，你往里一个个往外一个个不成啊？你把家子搁这儿啊？那叫那造房子的，最起码有三十个。主要是我六，都走哪不走了？就住一晚上。太多了，这不是这一晚上。那你看看这老太太咋回事呢？反正是早就买了，没人走。行吗？我们住两能坐一晚上。两个人。两个人，一个人差不多，一个人看那小姑娘可怜，还我能差不多的。不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伴儿，你说他那两个人一桌，谁都不敢，一个人就行，两个人。来，老太太，快点。不是，那个我真的没地方，我们就是找这个黑了，找不到地方。北京站去，他们好多人都住北京站了，这两天。一个人行，两人。会开上就一次仓会都完了，仓会就回不来了。都在这亡命之初，都在这亡命之初。开会都来了，开完会就都走了。不用开完，三月三号开会，可能就要快的那个干上的，都三月三号都得上了。打来打去就等这么一天。你还没交钱呢，老太太。啊，数钱了。现在郝晓光，郝晓光有吗？春天的脚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今天我身后的人民大会堂再次见证了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聚首。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协委员们在这里共商改革发展大计，再写辉煌新篇。上午3点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下午这堂
关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有了，我们有了，上来有了。全国人民支持你，为全国人民讨取公道，宁可死了也值得，死了是为全国的人民死的。提出条件，废除新房条例属地管理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人民来选。以前当过团书记，因为举报学校乱收费，把他报复他七次做检员。妈呀，他不是贪官，他就要遭到这种下场。他要是贪官，跟你一块贪，你是贪官，他就没有今天。对对对对对。他们五个策划的，出面子他一个出面子。现在那个他腐败太厉害。怎么他年年看到人家会给搞完股屁用？他害怕，就说你找他，人家就到找不着，人家知道咋回事啊？啊，还有呢？啊，脑骨，来来来，姐。简直把上访人急得走投无路。你搁这样住还抓你他妈的！脑骨呢？脑骨。脑骨。那啥？在哪？真是吗？脑骨。那边还有问题，他俩是一说。身份证。这谁的？男的吧？男的女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哎呀，这两口子。这位妥了。哎，你看看，打成什么都呆了。这小点声。还有一件加一个衣服。呀，这老天爷呀！哎呀，手机啊，拖着多远？在那边拖着老远了。哎呀，十八年，我说十八年，那还能这是说最少住。那两口都死。两口都死。所以我们正常上访，你来接访，没你们抓我们接我们，你们是违法的，对不对？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安全。咱今天来这个目的就是说，咱我就说呢，我就说水平有限啊，也不能说呢把这个事那个。组织下去还靠大家，依赖大家说听听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最起码来说，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呢，这么大岁老人了哈，是吧？他这个经历这么悲惨，咱们那个时候我这不是买点白布吗？大伙提的款子没清楚了，我说咱们给他那个，就是说愿意的啊，那不是说愿意的，咱们给那个表示点哀悼，咱们那个有点表示，就是说那个。也是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我也想这么办，是吧？就是说这不是说那个，也咱也不是说做过激违法的行为，是吧？
我说咱就说呢，把这个布埋上以后，咱就是说，说盖带的还是盖系的哈、啊，咱们那个就是表示表示吧，就是说咱们毕竟说上访十多年呢，说认识那个难友啊，我是有这种观念，这是我主要观念，咱们代表对对对对，对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我们同意。咱应该怎么办？应该醒悟了，就是采取个什么办法是吧？就说咱就说实政府。说领导人知道这种上访是那个这种结局，这种是哄骗咱们的。咱们也是人嘛，咱也不能说要人再愚弄下去了。必须要实行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我们的法什么都不行，没办法。民主就是力量。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全都得救，到各个新房口也没用的，否则是白扯的。你不学法律，不学政治，你是不懂的。现在我们的上访人受到了欺压、打、抓、关。回去关着啊，关到精神病院，劳教啊，由他们的指关就可以劳教你，没经过什么法律程序，没法，所以现在的国家就没有法的国家，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有过激人大都是官僚代表大会，是啊，没错，他不是人民的代表，他们简直就是黑社会。新法意思，对对对，中国的法意思，以钱压法，以言代法，对对对，中国法意思，你没得告，对对对，这个世界，中国同胞们（括号），尤其上访同胞们（括完了）冒号，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美丽的谎言，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持续进行专制、独裁、腐败统治，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刘少奇和彭德怀等老一辈中共高级领导人被大独裁者毛泽东杀害，足以证明以后的中共专制独裁照旧存在，自相残杀，统治者对老百姓更是肆意欺压屠杀，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及伤残等，受压迫的人民连年上访，有几年的还有几十年的普遍生气上火病残，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冻死，有的被解放的害残害死，有的被解放的整失踪，但就是不公正解决上访案件，全部政法机关和信访机关绝大多数都在欺压人民，害上访人丧失人性，上访同胞们，上访路是条死路，死了上访解决案件的心吧。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访人逃跑过程中撞上火车，当时就造成二死二伤的恶果，极其悲惨。呼吁醒来了，起来，全国上访同胞罢访游行，废除中共独裁，实行民主，是上访人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华民主（括号含中国）（括完了）的唯一出路。醒来，起来，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实行民主，废除独裁，根治腐败，拯救中国，建立民主新中国，造福人民，前进，前进，前进！好，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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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倒是不错，要这么写，大伙儿是不是能够支持咱们？这是。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哎，早是死，哎，早死早拖着，哎，早死。人们已经知道这个上房路是一条绝路了，死一天早晚是有，没有别的希望。这种局势不能再下去了，再有什么好办法？
这一生呢，不怪谁，就怪这些舅父母的不负责任，把你弄得这今天这种地。有时候想想挺那什么的。人家一生像我这么大的，上学的上学，基本上都在上学或者是在家里边，有几个像我这样的？我们从上一星期就开始打算了，到今天我就告诉他了，我说那个星期一中午到那个你在站台上等我，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上车。他把票都买好了，然后就直接走。我说我给我妈留了一封信，我心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那个为了我的幸福快乐，我不得不这么做了。你既然反正你早晚也是要跟你分开，你反正你把我送回家也是要跟你分开，你不如让我一个人去生活，我一个人打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我不想回家。回家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也知道，也不是不清楚。然后一个人打工养活自己，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买单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请搬广场西侧第六进站口检票进站，请搬第三站台南侧上车。买单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请搬广场西侧。我妈那种珠宝养着，请搬第三站台南侧。这个都是，但是我要不走，她逼我走，还不是。我估计我走的情绪什么样，我也不敢想象，肯定是特别的难过。然后，但是我还是小五今天还给顶红心呢。哦，好的，不错的。你这开玩笑的。今天忙不死哎。这个信呢是小娟给你的，因为我今天我确实看到他，我也不撒谎。他看了，他说他出去散几天心。走了。对。他走了。对，他说他散几天心出去，他然后就他让我劝劝你，说你不行，他走了你不要跑，他走了我。不是，他已经坐火车走了。他坐哪去了？走、嗯。坐哪去了？他坐火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不去。弄好，那么死你别干弄，就说那我就说，你别干弄，我这包邮你，我这包邮你别。那你也
不今天你也不想看看他给你的信吗？爸，我要开什么？他让我来劝你的。我要开到什么？让你好好想一想。我要开到什么？为他想一想。你们哭让我痛。哎，你搁那哭让我痛。什么？你们哭让我痛。不是谁都想骗你。你们哭让我痛，那高产离婚，你晕了。他走又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对啊，他就是出去。我也没打他，我也没骂他，你干什么？我知道。干什么？我忍。来，你都抓他，你骂当时抓了三个人，还有个齐木哥，还有个小张，啊，就说这个事。说是后来一说理由了，说我游行的。我说我游什么行呢？我咋游的？咋叫游行？他说你闹这个白布干什么？我闹我悼念呢。他悼念怎么闹白布呢？我说咱内蒙那个习俗啊，阴死了嘛，我悼念他嘛，这我姐姐嘛，啊，就这么事儿呢。啊，你不要我悼念了，你来管我这个事儿。说哪有你这么闹呢？我那怎么闹呢？我那是街上喊，我那么有钱呢，可以那么那个买花圈、弄挽联、上电视。我咱没钱能买块白布吗？说你咬去不得咬什么去了？我是堵门了还是堵道了？哪股道我给堵了？哪个门我给堵了？这很简单道理嘛，是妨碍交通的。我你得我咱们得讲道理。你说这个要是不怎么样，公安要不讲理，咱老百姓怎么活呀？我说我不能不走啊。这我一手不怕，你四五个给我弄他妈地下室去了。弄地下室正好碰见个小圆儿，小圆在那儿啊，在那专门又弄两个保安看着呢，啊，专门看的。咱们五千年的历史吧，就是说独裁腐败恶性循环的历史。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成立了，好两天逐渐的腐败下去，腐败那个到那个就不能再腐败程度了，老百姓忍不了了。起来推翻他，推翻他，再换一个独裁政府，一直这么换，包括现在共产党上来，不还这样吗？所以必须得改变这个独裁这个问题，独裁不改变，不实行民主，永远没好，恶性循环，始终是恶性循环。如果要实行革命性的那个改变，也像那个过去那些革命，以及说是像国民党推翻清朝那样事儿。共产党要死很多人，对共产党来说不是件好事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希望看到那一幕，自己自相残杀，希望他们能想开。改良有什么不好的？不同意改良就是革命，迟早的事儿。嗯，迟早的事。您这出来是什么原因？我这次出来吧，也就是上访，主要是所里的事。所里事情。也算是找一找他们吧，但是也没什么进展。现在中国现在人，我跟你说啊，有几个人是站住生活的，都是贵族生活的，知道吧？有几个人你站住生活啊？大部分就是贵族生活，特别是北京的所谓专家学精英们、新闻媒体那些人，都肮脏恶质的很，知道吗？他们就是他们贵族不像我们贵族了，他们贵族是光族屁股贵族的，他们诉求不同。他们是诉求利益，诉求权利，充满灵魂，这个上访人的贵族生活，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心地善良，他是维持自己的权利，几个人不贵族生活的，借助人就贵，借助权利也贵，借助金钱也贵，贵。他们那儿有一会儿，他们那么没错的，没有人贵族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不存在的。不管谁执政，对不对？这制度好，要实行，
老百姓都应该欢迎。这不是针对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人来说这个话，是不是？制度不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了。成天就这个吃当奴隶，对不对？奴隶当到什么时间才能完啊？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新奴隶。中国将来也说了，那就是应该是民主的，让方方面面共同能够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大事了。如果纯粹用这个一党来执政，好像又不放心其他民主党派。中国呢，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缺点呢，好像就是说，一派吃一派。你站起来呢，你肯定就要整治我；我站起来呢，肯定我要整治你。都是在这种不信任的状况之下。就导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这个民主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应该它有一种宽容啊，没有宽容根本就是说达不到。所有商家人士，各种打算，一律精装小麦，帮您准备。
候车室一个人完也完了也不留了。啊，是，哎，十一点钟封站，你们去哪儿了？你们去哪儿了？火车？看单子407，出门往往左拐，快了，马上是10:50的，出门往左拐。明天就不通知了。今天晚上就往那封站了。今天晚上要封站啊？这是几天有的就得拆。这离奥运会是这么近。我这边扔，把我这东西往你们扔，老孟的东西他怎么都不给你交，葫芦交钱了，叫你自己不干。这小保安坏的都坏死了，你看这缸都砸了，里头装一家伙水，砸了废水螺丝了，这都水螺丝里头装一家水，大夸的装了多少下子，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我就喊，我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啊，我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当难民我们也不愿意。哎，我们到今天的下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会这样。我是在这喊，越喊越炸，越喊越炸。天主听你讲佛，俺们也讲佛那些。公家们生活说，所有整天劳苦的人，也是给那饥饿的人饮食。以上说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俺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也不知道中国还等待什么，还等待什么？现在就说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难道说还等着全国人民都烦了？七华英，老在你们那儿上访的，江苏的。我还以为我是他的女儿。对，我一看就像，嗯，嗯，哎呀哥。
最早住的地方都被平成大陆了。嗯。今天下楼了。今天我下楼，你得是我把那个你当去上班了。哎，没得上班，没得上班，你那么粗干的养，你那么粗干的养你啊？我屋里有点钱，有点用，你把那弄弄个酒瓶子啊？你要把酒什么的，你电视炉的都放了，全部都放了啊？啊？我也骂你，你那动都没个啊？我也可能你把我车毁了，我也可能穷单子没送车的时候，我看着你啊，你鼻子淌了嘞，我老你说了你养啊，我这个样子吧，你领导的啊，我这个样子，
那后面里的，我吃把城里压的水果，吃那个三万的开子吧，开子里头把我捏个，我压的把胡子的金瓶子熬了，今天好的就给那个吃，给你那个吃个，没有好肚子，啊，没有好肚子，好不容易办的个，吃办的。离开你我就吃的长是吧，那个让我几天走就不要，我什么老子都没吃，就喝这个菜啊，你说我傻呀吗傻呀吗啊，你说的这样吧，老子可可死过来喝过去，你觉得都死过去喝过来多大多少时间啊，那个这个这煮了这虫子嘛，多么些人。你虫虫的？不要，我好冷，挺冷虫虫。我一直在。你虫虫的。你不要的是，你去拉水啊，不过去了。再给你挖嘛。嗯，不错。干什么？干什么？嗯。你想抽烟啊？我有泥土啊，这个大就没有吧，你有泥土，你有把外头外头啥土地，小孩子外头水果，我这是，还有那个你那个大子什么那个有，没有，大子有泥土，他五阿姑那个子，还有那个小子，没有，我搞的意思，你搞的意思，嗯。那你那个啊，我那人丢的又弄，我送你了啊。嗯，没有你送。我最后的那晚年的努力都收了啊。嗯，你自己搞的啊。嗯，对了。我那个啊，不要不要。你搞的不要，我没事的。你搞去。搞去，可以弄那个。你别拿给我弄的，你得忙着干。你说呢？谢谢你啊，奶奶。你俩的事。我给他枕头底下塞了点钱，你告诉他一下，他不知道。你告诉他枕头底下，他知道。啊，回头我走了，你再跟他说。我给他，他不要。嗯。谢谢你啊，奶奶，让你为难了。你不吃吗？不吃，我不吃。我这吃。我这火烧着了都。啊啊！咱住的地方可远了，住的地方他妈离这有十多里地，二里地呀、啊，二里地的。没办法，绝对得都来就那个郊区住的，那边都干脆那个那边变成三房村了。现在闹的什么？这附近吧，就不告法胡同那边一拆。赶这个三房村再一拆，完事那个天天抓，天天抓，人上边就明文指示，就不许三房人在这住，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们怎么事闹得桥洞乱七八糟，都弄郊区去了，现在就都把那个把三房人赶到郊区了，是这样的。
你搞房嘛，老先啥东西？你们到哪去了？哎，老先把啥东西？你们到哪去了？放假。到桥下。嗯。咱们这儿比那儿怎么样啊？那儿比那儿是干净一点，但是空气不好。那里已经偏。这里空气不好，这里边垃圾太多了。在这里阴暗，阴暗的啥也看不见。反正就是逃命吧，就是比较干净一点，它不容易清走。就这么一个。哎呀，我。碰上这个事了，没有老百姓生存的前提。你是潘大妈的儿子吗？啊，是。你来找潘大妈。啊。从那里头说去吧。这说不大好、啊。那你跟不跟儿子走、啊？不走。家里的人叫你回去，他个人家里的人了解，对不对？也理解。但是你究竟发生什么，他不知道。他就寻思为个人那个小家庭，为你自己的事儿女都能养活了了，回家老了，你放几年房子了，你反正你。家里有好吃好，挣多吃多，吃好，挣少吃一点，就能养活了。他就是这个事情。你在外边都挂心，谁都挂着你，你反正是，哎，这一切方是因为共产党腐败了，哎，就是说给共产党提出来，你共产党已经腐败了，哎，下级这么低，上级这么低，只是为了挽救他，也就是为了挽救他嘛，是不是？你今年发了多少夫妻？今年。发了两封，一共就发了两封，发四封，四封，啊，四封信，头两封都是在哪里？在这个念了回去写的，回去在这个这十年监禁期间写出来的，写出来的。说了，根本就啥用没有，还要去做。实际上什么用啊？提意见呢，干什么？哪块管你那事儿？问题吧，是这样。我也不想去当权，我也不想争权夺利，我也不想这么的，只是当领导的一个心惊胆战的，他做错事的一个心惊胆战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表示。实际呢，说实在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我受了打击了，我才到了国家。到了国家，我一看，在下边，你比如说，我就以为我自己，我们那个地区我也看不见别的。可是到了国家一看，哦，受委屈受冤枉的这个这么多呀，是不是？思想的转变也就转变了，转变成国家了。在下边他不光为我不正不讲理，违反政策。你怎么看你妈这个行为？叫我看就是傻的行为，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实际没什么用，干脆就说自己遭些不必要的罪，没什么大意思。但是我要觉得我对国家没用，我也就不防了。
道怎么办。你说吧，把他接出来吧，他还不好好跟家待着，不把他接出来吧，看他那样又可怜，不知道怎么办。你去看他了？我一个月去看他两三回呢，基本上一个星期去一回。但他们不放啊。不可能放的，这不奥运吗，他怎么可能放人啊。重要的东西，他说的这其他的没事儿，就这些得带，得带。差不多就这些了，等着一会儿去邮局给他重起来。当时也是，那你妈都过来行了。他呀，他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啊，给他关精神病里去了。嗯。那你咋不要呢？那不能出来。你要不出来呀？我要吧。你妈也没精神病，他没有，他关键是他不知道呢。在那里你知道，小娟子可遭罪了，可不是应该的。我也不是知道啊，没办法。要不出来，我上新闻班上访去，人家2003年去，2010年给我弄一诊断。当时没去，2005年就去了，2006年去一次，2005年去一次，现在我不上岗了，不上岗他也不包了，就在这待着。那我让他到那得了。但是你不来不行，我不来北京绝对不行，在家活不了，我必须得来，来了不要上岗。我什么案子？人权的事儿啊，别的案子也有，关哥的事儿、单位的事儿都不解决。不解决啊，但是你精神病院常待，就是吃的那药就是精神失常了，失去理智了。啊，精神病院得俩人啊，我自己吃那药吧，治不了去，何必来新来一种药？这种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就是拿这些实验是吧？都是这样，多种多样的，到现在这社会没法说。我信佛了，研究是坠落，不明理了就是坠落，对不对？这事儿咱没法说，说多了对国家影响不好，人说你对国家不忙，这些人就是糊涂，都是为了钱。这都不好。您这住了那么多上访了，您没，您也不了解他们怎么上访？嗯，没有。那就知道他们天天出去。这谭老板。谭老板变成上访了。对，我也变成上访
走。啊？走，这是我们原来的家。这是我原来的地儿，知道吗？就这儿住的，知道不是？是啊，对。但是住的房子没有了。房没有了，我这照着，找了我这老地儿，知道吧？我这住好几十年了。在这儿。啊，对。28号这是我们小房子，这是我们住的地方。不知道吧？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地方，不知道吧？这不是成个国家了吗？成国家的了，成国家我得告他呀。你告国家，你能告赢啊？啊，我告我就包，你看看。告国家，你能告赢啊？一分钱都没给我们。反正差点没给你们钱。一分钱都没。张大哥，还在呢。哎呀，上来吧他。你上来不上来？啊，行啊。你上来不上来？上来。哎呦，你好嫂子。这边封也没封住啊，串了一个格。嘴上说是给你解决，他就是不给你解决，就拖着。你要这回这一累，这地方干，比蹲监狱都难受。蹲监狱还有点凉了，这里边连点凉没了。连点凉没了，能住消停也行。